嗨，各位观众好，今天是出来一个新的主持人，我开始主持六度的一些节目。抱歉，没有太多经验，期待着大家通过问题来不断的修正我们节目的进程。现在设定的题目呢，就是留学生面临被驱逐这件事儿。简单说一下背景，几天前就听到这样的消息，据说现在学校还有美国的学生联合会还在争取调整这个政策，就是川普政府，美国的政府下令呢，要求美国的这些大学秋季恢复课堂的上课 in class 的这个课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课程都是网课的话，就要求这些留学生大概有100多万，将近150万留学生离开美国，取消他们的 F1 签证。我看到现在有些学校给他的学生提出的建议是做一个半年的休学，反正不同的学校在做不同的应对。总之学校肯定是相对来说更会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儿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引起很多人的激动，据说国内的家长已经吵得疯了，好像很多家长都在叫联名向美国的政府提各种各样的抗议。但是现在看来呢，已经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整个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了逼迫大学开学。就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准备各自的意见和建议，看看有哪些想法要发表出来的。实际上还有一个方向，我希望能够把今天的话题扩大到整个和美国教育有关的，或者和留学生活有关的话题。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要稍微说一下，现在正在和民进讨论推出一个教育方面的专门的节目，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和规划。新的教育节目呢，会面对这样三类群体。一类呢是已经移民到美国的，不管他是就是孩子出生在美国，还是孩子还保留着汉语母语，但是他已经完成移民了，这个群体。第二类群体呢，就是留学到美国的这个中国的学生。我说的中国应该包括整个华语地区，或者说华人学生吧，我们说的更准确一点，华人学生。第三类呢，就是对留学有兴趣的，未来会开始这个生活或者准备，或者对海外的教育保持敏感的这些家长和学生。希望未来的节目能够覆盖这三类人。谈的是教育。抱歉，我这儿没看到太多话筒和衣服的摩擦声，抱歉。现在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继续啊。我先按照我的话题走吧。那么大家对美国教育政策这件事有什么评价，希望随时举手。为什么搞一个教育方面的话题？因为现在参与这个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参与这个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了。中国来到美国的，好像上次新哥提到过，好像将近50万学生。我们再看他的家长，这个是上百万的人。如果是整个华语地区的话，这个
数量还要更庞大。目前看，香港可能有大批的青年人面临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一。第二呢，民进的节目，个人感觉啊，就是政治的话题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开拓更广的视野，即便是和政治有关，和意识形态有关的，也需要新的角度。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更多的大陆观众能够参与进来，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我们也希望这样教育节目呢，能够涉猎更多的范围。我有心理学的学习的背景，但是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心理学方面的。这里边要稍微提一点心理学和现代教育的一个关系吧，算是也不能算小的科普。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模模糊糊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回想一下，中国的教育走出科举制度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100多年而已。然后呢，这100多年我们探索了相当多的内容。在中国的教育里边，我们探索了相当多的内容，从一开始的白话，然后把数理的内容加进来，然后加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到现在，我小的时候记得当时那些大哥哥姐姐到中学以后，他们学外语还都是俄语，后来就通通变成了英语。现在国内还有日语的中学，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要出来留学，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留学这个渠道直接留在世界各地。我们观众中有大量这样的人，还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孩子直接就出来了，或者送出来，或者整个家庭移民。教育和我们的这个追求现代教育和我们生活关系非常非常大。我记得80年代看到一个资料，说是整个美国在就业人口里边和教育相关的，和学校和教育产业相关的人大概占1/4。我当时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和教育有关。真正接触到他们的社会才发现，确实这些东西现代知识技术涉及方方面面的东西。现代教育有一个改变。我想用另外一个线索来说吧，就是何为知识分子。我们跳过来啊。那么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和教育是有关的，他要受一些教育。严格说呢，我看到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对知识分子的诠释，我觉得比较准确一点，就是提供价值观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边，知识分子我们仔细想，他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从先秦说的话，孔子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范围从原来的士大夫扩大到下面的士，这个阶层大量的士进入到知识分子里边，他们是提供价值观的。例子太多了。然后到秦统一之后，提供价值观的人好像被压缩了一下，因为社会不再需要那么多价值观了。价值观由始皇帝一个人或者是集权的政府来完成，更多的人呢，提供的是服务，为这个系统进行服务，提供的不是价值观，而是服务于价值观的执政。这个时候我们把这群人称为吏。好像秦要成为一个刀笔吏，不是刀笔吏，成为一个书吏的话，
它的认字的量要到将近7000，有可能要超过这个。好像现在国内的非文科专业的大学生汉字的使用量也不过是3000-4000，据说是这样一个量。等到汉代的时候，汉代的时候又一定程度的恢复了先秦的某种习惯，那么单纯的书吏有，但是那些提供价值观的读书人慢慢的又增加起来，尤其是董仲舒这样的恢复应该是儒学的一个传统。我们再去往后看，历史进入到什么唐啊、宋啊，科举这个体系完成，更多的中下级的知识分子啊、地主阶小的地主阶层的这些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取士进入到官僚管理的这个阶层。那么科举取士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框定了一个范围，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体系，就是你读圣贤书，然后呢取士成为做官的人，但是做官所用的并不是圣贤书里提供的理论，而是另外一套东西，它有吏的这一套东西，又有令的法的那一套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还在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基层社会里还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价值观的，而且呢又否定了，基本上否定了其他体系，比如说宗教的这样的体系给社会提供价值观。举一个例子，唐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唐代有一次很厉害的灭法运动，就是公元841年的武宗灭法，韩愈啊等等这些人是当时非常推崇这种事儿的。那武宗灭法怎么造成的这样一个矛盾？为什么原来那么倾向于佛教的一个社会，突然一下要把这个僧人还俗？大批的僧人还俗，寺院都要拆掉或者是挪作他用，大量的佛经都烧掉。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唐代在佛教极盛的时候，佛教的思想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取代了或者是影响了帝王家思想的扩张，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唐代的时候有一个三杰教，也是佛教的一宗。如果说中国佛教有九宗的话，那么三杰可以算是其中，但是一般的说法，现在的说法是八宗，不承认三杰教的地位。那么三杰教到底是在做什么？它为什么叫三杰？其中有一项就是它的大量的信教者的财产是要捐给这个教会的。西安的小雁塔就是当年三杰教用来存放他的财产，黄金的或者是绢的，这样一个建筑，在社会上积累的财富非常庞大。财富的积累和对民间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佛教给社会提供了另外一套思路。这样的东西干扰专制体系的这个维持，所以这样的东西在传统社会一般都是被灭掉的。历史上在儒家思想里边的斗争也是非常丰富，其实这个内容很多的，比如说明代的李治啊等等。每一次儒家思想的创新都不是那么容易，从宋代的朱熹啊、陆九渊啊他们，一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学
和晚明的这些大儒在佛教思想上在儒家思想上的变化都是非常不容易。一个倾向就是他们越来越希望独立的为社会提供价值观。到清末废除科举，西方的西学开始进来，就出现一点，好多人觉得今天认为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医生，比如说工程师，当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了，但是他们并不是以提供价值观为职业的。我们回到科举刚结束的时代，或者是晚清的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西药替代中药也是一种价值观。用现代工程技术替代传统的建筑也是一个价值观。詹天佑的铁路替代传统的这种马车畜力也是价值观。生产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今天再看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服务于生产的这样的职业啊，是好多从国内留学出来的学生选择的主要方向，就是选择技术类的。他容易回国以后找到工作，或者在国外的体系里好像更容易就业。单纯的那种价值观的探索已经越来越少了。或者是依赖于，好多人是这样想，依赖于科技的进步。比如说我们在物理上，在技术上的一些大的发现，在计算机技术上，像 AI 技术代替很多人的劳动，这是生产，当然也是价值观改变的条件。所有这些东西呢，影响这些孩子在大学方面的选择。我们想说的教育方面的内容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一个人价值观在他的生活里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一个从来不问时政，不问政治，不讨论道德是非的孩子，在发展上会不会遇到障碍，还是说他反而不会遇到这方面的障碍，不会遇到这种困境，可以一直在自己的技术啊等等这个领域畅行无阻，会不会这样？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个人坚持的一个态度啊，先说一下，我个人坚持的一个态度就是，人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困境是促成他发展的重要的动力。这个困境这个概念甚至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可以说从孩子在床上爬，他要够一个东西，一直到他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专业，那么毕业以后他是不是坚持这样的专业，他遇到困难他能不能创造性的解决，甚至一直到他走向人生终点的时候，他所有的选择都围绕这个困境展开。困境是一个在我这里说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它有好多具象的表达。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比如说七八个月坐在床上，前面有一个玩具，但是如果他仅仅是伸手不往前爬，他是够不到这个玩具的。那么拿到这个玩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困境，要催促他移动自己的身体。再小一点的孩子呢，
我们观察到过，他会可能会把床单拉动，这个就是，这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对于半岁的五个月的孩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孩子能开始把床单拉动，然后把一个东西够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家长看到这样的东西应该非常兴奋的。再大一些，能不能就是自己这个饿了，除了说哭以外，有没有其他方式向父母传达这个信息？还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困境。这两天遇到一个和一个年轻人讨论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觉得非常有价值。这个话题就是将来我干什么。不同年龄的孩子都会被自己问，小的时候我们会被问，哎，长大了你要干什么。然后呢，到他高中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在中国的习惯是要分文理科的，那么你学文还是学理，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我为什么学文，为什么学理，是因为我在文科或者理科上有优势吗？还是因为我有巨大的兴趣？那么再往后，它还意味着我大学选什么，选什么样的学校，选什么样的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和学校仅仅是因为我有这个优势，还是说我瞄准了这个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是不是要读研究生，要延迟自己进入这个行业的时间？还是说我真的对这个方向的知识技术有兴趣，我要进一步去探索。所有这些事儿对于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困境。我遇到过在这个问题面前陷入很艰难挣扎的孩子，最严重的甚至到自杀。比较轻的也是焦虑，基本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啊，基本上 60% 到 70% 以上，甚至到 80% 的孩子，我估计在某些地区可能这个比例还会大，在未来读什么大学选什么职业这个问题上都会产生焦虑。这时候问题就有趣了，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他在已经是高一到高二的这个暑假了，就像现在这样，那么你明年要选文科还是选理科呢？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会产生一系列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文科，好，仅仅是因为我在文科上有一点优势，还是说他也可以变成我在理科上真的不行？那相应的在文科上就有优势了。我因为这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对理科的东西是不是有兴趣呢？比如说我爱玩游戏，那么我对游戏的这个东西，未来如果把它作为职业的话，我大概要去学计算机。但是学计算机它主要是一个理科的专业，那我喜欢的东西和我现在的能力就出现一个巨大的落差，我的兴趣或者我的能力不能满足我的兴趣。那么一个16岁的孩子是不是到16岁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假如说他到16岁被问及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哦，我在这儿是不行的，那我这个是实际上是不现实的，真实情况不可能这样。几乎每一个正常的孩子都会在更早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方面的缺陷。我想做什么，但是我的能力不够。那么为什么他在更早的时候没有去积极的
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要解决的问题了。这个能力，比如说这个孩子要出国，他觉得在国外留学很好，但是我的英语不行，那我怎么去补这个英语？很多孩子知道啊，应该把英语学好，但是如何去完成，他没法解释这件事。花钱报一个班，家长，我相信大多数家长并不是没有花过这个钱，这些孩子可能也尝试过，但是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为什么上了这个班以后自己又退缩掉了？或者说自己在选择的时候都不敢去这样做？什么东西让他不敢面对自己人生的这个挑战，就是人生的这个困境？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我们不断的向前追问，不断的向前追问，最后就会发现很多来自于儿童发展早期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他在某个项目上没有能力进行没有能力自控，很多学习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坚持的。那么这种坚持需要孩子自控的能力比较强。自控的能力本身有与兴趣有关，但是有专门的自控这一项。即便我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不能自控的话，我还是没法在这玩好。任何一个游戏几乎都是这样。这种能力又是从哪儿来？怎么催促一个孩子，比如说在3岁、4岁的时候，甚至更早，逐渐形成自控的能力？在这样的过程里边，我们发现心理学开始起作用。他们不断的探索儿童在早期的，在更早阶段怎么形成一些习惯、一些观念、认识，这些东西又是如何影响他此后的生活？逐渐变成了他的习惯，变成了他的人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2岁、3岁就决定了孩子的一生。在这之后，还有大量的机会，他去改变、修整。修正和提高，否则的话，那所有的孩子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如果都是3岁决定的，那这个太可悲了。那我们此后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心理学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当一个一些初始的人格特征没有在它该形成的时候形成之后，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在后边去修补？那么此后的修补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并不是说补课就一定不好，很多人是在后边的巨大的困境中，获得了一种更新的体验，然后使他在这块有决绝的投入，往往比那种一帆风顺的要好得多。甚至很多人会说，好，最早期的天生的这种智商就决定了一切。当然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不能用电影里的东西去说，比如像《阿甘正传》那样，最后一个人用良知战胜了智力的问题。但是现实中确实是，习惯，好的习惯，变成道德的养成，最后改变人的一生，例子比比皆是。5年前去一个加州的一所学校参观，这个学校比较特殊，有点像我们中国所谓的攻读学校，就是那些问题青少年的，可能最大的孩子已经有18、19岁吧。美国孩子看起来个儿都挺高的，看着像成人。这个学校呢，里边基本都是有犯罪记录的孩子，学校的门牌大概2、3个月就要改一次。让我惊讶的是，里边的冰箱啊，里边的一些实验室都上着火。然后那些学生出来的时候也是
五颜六色，头发五颜六色的，身上是千疮百孔的，倒不是说弹眼啊，是他们什么耳环、什么鼻环，到处都是环。嗯，这个学校的门口，就是在他的门厅里边有一个海报，海报上四句话，原文记不住了，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好想法变成行动，行动变成结果，让你的行动产生结果，让结果成为习惯，好习惯成就好人生，基本是这四句话。当时我看了以后非常惊讶，这几乎就是一个和很多很多文化里边的教育思想完全相通的概念。用心理学可以解释它，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也可以解释它，而且都是趋向于特别好的东西。我把这四句话再稍微解释一下。好想法变成行动。想到的努力去做。我们去用这个检视自己对孩子的要求的时候，那么孩子的想法你是不是让他去做了？我们先不说好与坏，好与坏这个事儿还可以再去尝试，还可以再去讨论啊。孩子有一个想法，家长有没有阻挠他去做？有些家长会有一个问题，孩子的想法我们都要让他去做吗？有些东西是不切合实际的，不符合我这个家庭条件的。那么要把这种做呀，比如说孩子要说、哦、我要学骑马，可能这个事儿在中国挺贵的一件事儿，或者孩子说我要学高尔夫球，在中国也许真的是条件比较难。那你的做未必是说学或者不学。他可以首先他确实可以去找到便宜的方式体验啊。那么更多的一个呢，他可以去揣摩自己为什么要去学这个东西。家长在这块儿做这个概念，可以变成我们真的去讨论为什么去学高尔夫，为什么去学骑马。假如说讨论结果是这意味着我可以和某些孩子在一起，被别人推崇的那些有钱的孩子，甚至在中国有一句挺恶心的，叫做有贵族气质的孩子，我为的是能够和他们在一起玩而学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能分辨到这一层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去看自己，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和这些孩子一起玩，是不是有真正的有意义啊？当然更多的做是我相信孩子提出的是能够符合家庭要求的，或者和家庭实际情况契合的这些事儿。那么做最重要的是形成结果，结果并不是把事儿做好，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完，而是它结果是要内化成你自己的一个对这事儿的真实的深刻一些的认识，这个认识要提升的。这里边我想举一个例子，好像以前的节目提到过，遇到过一个孩子，10岁，小学5年级。自己报名上了中国舞的这个舞蹈课，结果呢他每次上课之前都要哭半个小时，而且哭得很惨痛，声嘶力竭的。我们后来了解他为什么这样，经过反复的沟通和家长的沟通，然后我们知道了他是因为他是从4年级跳到5年级，老师鼓励他，你学习很好，你可以跳一级，跳上来。跳上来以后呢，老师让他做了大队长。
结果在一次活动中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他的这个被老师训了一顿，大队长呢又被抹去了，这成了孩子一个巨大的精神创伤。结果呢，他为了补偿自己这样的一个失败，他选择我要再学一个东西。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孩子是多积极的在应对他周围这个成人世界，他完全按照成人世界的规矩，我这件事做得不好，那好，我补偿一下，我学更多的东西，因为学是成人世界认可的一个标准。等到他开始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才意识到这个课程给他带来的难度困难，就是中国舞那个压腿啊下腰啊，对于他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十岁孩子来说很疼。这样的疼痛再加上他在前边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委屈，就变成了他每次上课之前半个小时的痛哭。那么这个时候我问他家长，问他母亲，那这个课你还要坚持吗？他母亲提出一个说法来说，我不希望孩子随便放弃一个东西，而且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时呢，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我是希望他放弃这个。家长在这方面还是有还是有他的权利的。我只是跟他说，孩子选择这门课程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惩罚。他现在放弃意味着放弃对自己的惩罚，接受自己在十岁的时候跳了一级经历的那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你是不是还坚持让他继续学这个舞蹈？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家长带孩子回去，好像考虑了挺长一段时间。孩子又上了一个多月的课，最后停下来了。那现在没什么问题。各方面应该也是几年以前了，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个女孩选择的是做，就是用一个操作，用一个自己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新课程，来弥补她在学校被老师训诫造成的这个损失啊。然后呢，这个做的结果是的，她放弃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在她父母的帮助下，她真的能够认识到前面给他带来痛苦这件事的本质，他消解了那样的一个过程。当时这个孩子被老师停掉大队长这个职务的时候，在家高烧两周。很多人可能觉得被停掉这个无所谓，我们不在乎，你可能不在乎，但是的确有很多人非常在乎这件事。群里有人说跑题了，没错，因为我觉得美国政府说的留学生停课这件事儿没什么太多可聊的。那哪位在这块有自己的想法的话，随时举手补充到节目里边。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压力。好吧，在有人举手之前，我还是继续我的思路吧。谢谢。刚才说到的是要做，那么就要有一个结果，结果可以是失败的，不管是成功的结果还是失败的结果，都需要你真正面对。那么这个时候失败中你获得的教训，或者获得的收益，也许比成功还要大得多。这就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大概是这样一个道理。然后那句话又提到，结果变成习惯。包括把面对失败
去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或者面对成功，从成功里边不断的提高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更多的东西呢是，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说减肥很难，或者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要坚持二十几天、三十几天，每天都这样做，看起来容易。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一大堆坏毛病，那这个很多是伴随我们一生大半生的，我们怎么改？那就确实需要用习惯来完成。所谓习惯，就是在这个面前，在这件事儿面前，根本不需要再用去费时间去思考的。早晨起床以后用什么样的多长时间啊，让自己完成到上学前的准备，这是需要习惯的。进入课堂或者是进入你的学习状态，你做什么样的步骤，这是需要习惯调整。往往我们会有一大堆坏习惯先冲出来，然后把它一点点摘出来变成好的习惯。并不太容易，可以尝试一下。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这种行为治疗的方法就不存在了。那么最后他提到了好习惯成就好人生，毫无疑问是这样。这只是教育和心理学相关的一个小点。我们发现在这个点里的心理学好像也没有提供太可怕的太深的东西，像那些书里边节目里边介绍那种复杂实验，这不都是我们原来经历过的吗？心理学家在这块做了更深入的总结，去研究人怎么会去形成那样的一个机制，那种反应弧线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坏习惯对孩子的影响，好习惯怎么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那些细节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里边更详细的提。和困境相关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必须要提到的，就是人在发展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他面对的困境是不同的。好多家中国这个现在的教育有个毛病，就是什么东西都提前。这个造成了好多问题，甚至是绝对的弊大于利。之所以家长还没有觉得弊大于利，家长在说，或者学校老师也在说，这个事儿你不提前做的话，你就赶不上别的同学了。你在学校里就会如何如何，你在学校里就会如何如何。实际上呢，是因为你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个环境里边把人正常发展的阶段性给否定了，他只进行一项强化训练，就是考试选拔训练，而把其他的训练都放弃了，只是因为你进入了这样一个错误的教育体系，所以你才觉得那些错的一切都对。人的这个发展阶段啊，可以推荐一个理论，就是皮亚杰的这种发生认识论原理，这个皮亚杰的这本书。很可惜的就是皮亚杰在发展心理学上的笔记呢，好几十卷好像并没有翻译成汉语。那些非常非常细的资料在中国你还很难找到，都是一些专业人员他从原著里边引用了其中的一点东西，这样我们看到的都是支离破碎的。如果有能力读他的原文的话，当然他用的应该是法语的，英语的版本应该也有。有能力读他的英文版的话，比较完整的会
皮亚杰在心理学上的贡献，相当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那么，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认识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认识是怎样发展的。这个对教育的影响就可以说太大了。那么，在这之后，整个西方的教育学找到了它的一个新的线索。在这之前呢，教育学的线索更多的有点儿，好像更生硬一点儿。我们都知道斯金纳或者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生硬怎么说呢？斯金纳的研究在现在保留最多的是测试，比如说我们考交规，考驾照的时候要考交规，考交规的一个简单训练方式就是你不断的做题，你甚至都不需要事先学什么东西。不需要去读他的这个交规，这个各州的或者是中国的交通法的这些东西，你只需要做题，在做题中你知道错了，错了以后呢，再去改，下次再做，再改再做，习惯了什么是正确的，这就是按照斯金纳的原理做的一种教学方式。那么这个方式里边就比较简单了。我就是比如说几十道题给你一个单元，然后你就去做吧，反复的去做。你的正确率越高，给你的奖励就越多。这个错误越多，那么惩罚就越多，不断的让你去直接去面对什么是正确答案，什么是错误答案。经过反复训练，你被强化了。这就是斯金纳原理的一个东西。行为强化，那么 行为强化当然也是认识的一个过程，是通过惩罚、奖励来完成的。在他的惩罚奖励的体系里边呢，分成四种惩罚，首先是奖励，然后是剥夺奖励，然后是惩罚和取消惩罚。那这四种应用在教育的不同环节里边。就是原来我们认为的比较生硬的那套，这个东西背对了，有奖励，或者取消惩罚，背错了，就是惩罚或者是取消你的奖励，然后不需要你对它上来就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因为往往你的语言能力、你的语言认知能力还没有达到理解这件事儿本意的，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通过这样的行为加强，让你在行为上已经进入，和这种正确的，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你去适应它了，然后随着这个积累，慢慢建立一套更完整的，关于什么是正确的这样一个认知体系。斯金纳做过一个挺可怕的实验，他把鸽子关在笼子里，然后呢，每15秒，再通过一个投食器给它投食，给它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实际上就是行为加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强，他发现这些鸽子呢，基本上都会对投食器产生反应。有的呢是向这个喂食器啊献舞，有的可能是这种稍微差一点，有的就无所谓，你就不管它，有吃的就吃。那么他又把这些对投食器产生最大的敬畏的这些鸽子留下来，再进一步训练，调整投食器的节奏，然后观察它们会怎么样。最后的实验呢，就是把鸽子关在那儿，投食器再也不投食了。看鸽子是不是还保留向投食器敬畏、献舞啊、舞蹈、扇动翅膀这样的动作。很残忍的状况就是，
最后有的鸽子，据说啊，他的学生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发现，有的鸽子最后是死在投石器前面。他为什么做这个实验？据说呢，是这个，他要向他的母亲证明，而且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哈，他要向他的母亲证明神是不存在的。那么鸽子对投石器的一开始的崇拜，那种膜拜，实际上是用食物来形成的一个季节反射。等到这个在这中间投食的过程中间，鸽子做出的表演是鸽子自己对这个投食器脑补出来的，它形成的一个印象，投食器就像神似的去饲养的，提供食物，然后等到它再不提供的时候，这个鸽子是适应不了的。那么有的经过几十几百个小时甚至1000个小时消除了对投石器的崇拜，有的就无法走出这个，最后死在那儿了。从他的实验里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家在对人的学习的研究中更强调机械的作用，惩罚奖励战。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多少家长也是这样，就是对学习的态度是孩子学习的理解是惩罚奖励，我想有相当多。那么到后一代的心理学家，我说皮亚杰这样的，开始注意到人的认知是怎么发展的。在他的所有思想里边，我们看到另外一线曙光，就是人永远是追求更认知的提升，除非发生病变或者是严重的心理问题，否则人永远会对提升自己的认知感兴趣。也就是肯定了一点，学习是一个人终生的，人可以终生学习，而且会在其中产生快乐。但是实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或者别人家的孩子，某某人家的孩子，他就不爱学，他就不愿意提升自己的认知，认知的内容或者是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反问教育本身和我们环境是不是给这些孩子提供了他们该有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有陆先生举手。哎呀，韦波老师你好啊，你刚才谈了几个，以前也谈了一些心理学或者是生物学上的实验，今天谈了一个鸽子实验。哎呀，鸽子是卵生动物，那么还有碳生生物啊，那是卵生动物，然后还有碳生动物小白鼠实验，甚至于到于猿猴的实验，哎呀，到人的实验啊，这个不能说啊。如果越做越高的实验，有好的一面，也有那个另外一面的实验。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哎呀，我就那么说，就说从鸽子实验到小白鼠实验到人的实验，投石器啊什么东西，哎呀，人是动物。碳生动物，但是和碳生动物一般植物动物的不同，还有一点灵性，这可能说高了，也可能说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从宗教或者人的自己的说法，还是说人和其他的碳生哺乳动物还是有一点灵性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有些是 apply 是适用的，也有些东西也不一定有卵生动物、碳生动物和其他动物那么高的那个作用，但是有作用是肯定的，但是也有些，对不对？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其他的碳生哺乳动物，甚至于比猴子都要
高的一种有点灵性的话，经上得要注意一点，光是投射器，这个实验也不一定是能够达到许多一般他认为那个认为有彻底有效，可能到后来也不一定有效。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老了，但我发现啊，就是说人，他们说人到最后失去，就是说行动能力，甚至于什么能力都消失的话，听觉是好像是还是最后消失的一个感觉。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一定听得见，不一定有反应，他也看不见。那我现在倒有点了，我老了，就说我现在看书，不像以前，以前一晚上可以看一本书什么东西，我现在好像退化到就听什么东西还是可以有长进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好，谢谢你啊，谢谢陆先生的问题，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啊，跟那个学生也有关系。陆先生，您把您的话筒稍微关一下，谢谢。OK。一般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实验，确实是用人做的，很可怕。心理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实验，叫感官剥夺实验。他让一批好就在美国完成的，具体五六十年代吧，具体哪年我想不起来了。他让一批大学生暑假的时候来做实验，一天给$20，那个时候一天$20还是不少的。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没有灯光，没有声音，也就是耳朵堵住，眼睛蒙上，甚至呢还就是要戴上指套，让他们没有手指的触感。很多学生呢认为挺好的，一天$20，这种环境下我睡觉就可以了。多数人认为自己坚持3天4天没问题，反正刚期末刚完成考试，睡吧。有人觉得自己还可以冥想。据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坚持到第3天，大部分人第一天就觉得不行了，第二天就要疯了。他们走出这个实验室，恢复原来的感知还需要将近1周的时间才可以。这个是著名的感官剥夺实验。年纪大了以后，人会确实出现这个神经系统，神经元更多的死亡，然后他的感官的反应能力就会变弱。在这样的剥夺实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心态、人的心理状态都会发生变化，情绪、脾气等等都会有影响。我想说它和年轻人有关，和今天的孩子有关，就是有一些游戏或者有一些学习的方法吧，有一些学习方式会造成孩子有某种程度的这种剥夺的结果，感官被剥夺的结果，导致他们的反应啊等等出现问题。尤其是在国内某种学校里的所谓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啊，让他们只是完成考试或者是做题的这个内容。他们会不会这样呢？会不会说把其他的信息剥夺以后，在这方面就可以扩大他的信息接收的能力呢？会，但不是证据，而且它带来的这种痛苦会非常强烈。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啊，我把其他的东西去掉，你干脆把孩子的四肢都捆上，然后你让他去就面对这个书，他就可以像机器一样啊，所有的脑细胞只去处理这些考试的信息，这几乎是但就是说你付出的成本是100，你得到结果大概不会高于2，但是在其他方面压力会让这个孩子产生巨大的痛苦，所以正常的环境不是这样的，学相关的知识也应该是用更多的方法，只不过我们的学校呢和教育包括家庭吧不太掌握更多的方法，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出路，尤其在传说中的像那个六安的什么，有一个叫什么毛坦厂中学，像河北的衡水二中，传说中的这种学校往往是用这样的东西，我们孩子在其他的认知方面被抑制住，并不会都反应都变成他在考试内容的正向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只看到那些从这儿适应了这个学习状况，然后得到有效转化的孩子，就是成功者生存者偏差，从这儿考上那些比较好的学校的孩子，永远被家长记住。大部分在这个里边没有得到好处的或者收益不足的孩子，家长会认为，其他家长会认为，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努力还不够，我们家孩子能给他能让他，只要给他更大的压力，他就也能做到那样。刚才陆先生说的问题，我把它引申一下啊。至于说老年人本身的这种，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这需要在你还能够做什么的时候，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种信息认知的能力和信息认知的范围，让自己对很多东西感兴趣。不一定只是读书，比如说老年人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做手工的方式，都可以改善晚年的这种精神卫生的状态。给陆先生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话没问题，看书也没问题，还可以干点别的，做点什么东西，种花啊，或者是做一些木工，在美国好像这样也挺流行的。我们刚才的话题到哪儿了？好，回到我们说的心理学和教育这件事儿。认知发展的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在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儿童的一直到青少年，他的这个我们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词儿，就是学习能力，它是有不同的方向。通常我举一个例子啊，10岁到11岁大多数孩子的这个神经元触突，就是神经元是这样，它是一节包裹一节，就像竹节那样，那么它传递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包裹的这个节之中有很多的触突向下一个神经体系，然后去传达，用这些触突传达它的电神经信号。10岁到11岁的时候，人脑的触突将近减少一半，这个量非常非常的大，可能是一个就是数亿的一个数量。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常年进化的一个结果，有不同的专家提出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他的到要进入青春期了，他的这个神经化学方面的反应会更强烈。那如果是这些触突还都是没有减少的话，这个很难，他的神经活跃度太强，人体很难承受，有这样的说法。也有呢，就是其他的自然的退化或者等等。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这是生理上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伴随心理的变化，那么和学习内容的转化也就都是有联系的。我们在涉及到就是一个某一个问题的时候，能看得更清楚。我们就用前面说到的，你长大了要做什么，用这件事儿去看。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回答。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说上小学之前吧，七岁之前，或者是六岁半之前，家长在问孩子你以后想做什么，以后想干什么，孩子通常能够回答的是和父母的职业有关的，或者和家庭成员职业有关的这些东西。父母是老师、警察、医生啊等等。但是到再往后呢，如果是到初中，你再去问一个孩子想未来想做什么，他真正要回答你的时候，经常是一些更虚一些的。我想做一个有钱人，我想做一个事业成功的人，我想去做那个我觉得好玩的事儿。那他已经不再确定这个具体的职业线索了。中间的很多过程还有很多变化，比如说我想成为谁那样的人。这里边提供一个有趣的东西，把它叫做烟囱或者是深井的一个模型。小孩儿啊，我们用个开玩笑的话说，小孩儿是非常势利。你把一个刚刚会说话甚至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带到比如说家庭聚会啊，突然一下很多亲戚都来了，他在里边适应一段时间，有可能只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他就会发现这个群体里谁的地位最高，谁是那个说话最有影响力的，孩子很快就能发现这个。那么他对这样的人，对这个家庭成员和相反的那个家庭成员，孩子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表情和动作。我说在一般的可比情况下，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孩子很势利眼。实际上呢，在孩子的内心里边，周围的人会给他形成一个向上的塔状的结构，或者向下的深井的结构。这个结构影响他很多年，就是这种结构本身的存在对孩子来说抱歉，对不起，对孩子来说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情绪他又是怎么获得的呢？他怎么识别到这个群体里谁的地位最高？他是通过他父母或者离他最亲近的这些家庭成员的态度，是从这儿看到。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很有趣啊。三个月大的孩子，给他，我们都知道三个月大的孩子肯定是不会说话的，甚至也很难听懂这个完整的语言。大多数人会觉得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会形成善恶啊这种观念。他们给孩子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上呢是一个斜坡，一个方块，努力的向从斜坡的底端向上去爬，去走啊，很艰难。然后等
这个在这个斜坡的顶点呢有一个圆柱，这个圆柱它在顶点不动，然后这个方块往上走的时候呢，快到顶点的时候圆柱把它推下来了，这个时候观察孩子的表情是很痛苦的。反过来如果说是圆柱去拉着方块往上走提供帮助，会看到孩子的表情是愉悦的，或者是方块把欺负他的圆柱给打掉了，给推下去了，孩子也是快乐的。儿童早期意识绝对是非常丰富，只不过他没有建立和我们沟通的这种话语体系，我们不太容易识别的。心理学家用不同的实验去证明这些东西存在。那回到我刚才说的这种烟囱的效应，恰恰因为成年人有这样对环境中地位更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的不同态度，孩子也能够从中间识别，并且形成自己对周围人群的一个结构的认识，结构的认知，这个认知会引导他去接近地位更高的人，远离地位更低的人。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曾经给孩子这样的影响，就会发现一点，当你再问他以后想做什么的时候，他脑子里会出现那些地位更高的人、角色、职业。一开始他会是具象的，然后会形成概念，到他青春期啊，或者是叛逆的阶段出现的时候，他又会在这方面有反射，会重新修正他这他的这种选择。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对周围环境的认识，怎样进一步去操作呢？就是说他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有一个邻里之中吧，比如说邻里之中有一位音乐家是我们都尊重的，或者一个歌唱家是我们都尊重的。那好，你怎么样形成让这个孩子形成对这样的人进一步的认知？非常简单，去接触。这就是从想到做的一个过程。让这样的接触对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概念，就不仅仅是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而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在音乐家的生活状态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或者我们说你的朋友中有一位工程师，他真正是造大桥的，每天在玩那些宏伟的建筑。那好，对于孩子来说最兴奋的一件事其实就是接触这样的人和他手里的那个大玩具。这个刺激的过程比一般的中国家长那种物质奖励要强大的多。这是把人现实环境中的地位差距给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过程。也许我们说地位差距的时候会让某些人感到不适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事实存在的。这样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和教育方式，就会在你再去问他将来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就会更明确和更具体。而且这些明确和具体还隐藏一个，还隐藏操作的细节。假如说他见到一个音乐家是怎么工作的，或者是怎么进行训练的，见到成为那些音乐家的人是怎么做的，成为画家的人在做什么，那么画家的这个概念在他的头脑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被尊重和荣誉，还包括更多的操作细节。这样的东西才会引发他进一步在这条路上的探索。只有他探索了，到
这个孩子十五六岁、十六七岁，你再去问他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他才会给你一个更准确的回答。这个探索过程是真正的教育。当然我们也就看出来了，这样的探索过程在我们某些教育体系里是如此的不足。我们的教育就变成了考试，你只要在这几门功课上成绩累积的成绩非常高，你就有选择了。对不起，你都不知道要选择什么。很多孩子说我在理科上有特长，我们都知道你在中学学的那个所谓理科的东西和你将来要在大学或者是更广的范围内选择的理工的东西，那是一个多大的差距。是的，它是基础，但是它的视野是完全不同的。凭借原来你中学的在比如说数学上的这个特长，你说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就往往我相信 99% 的孩子都会因为这事儿吃亏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么做的话，因为成为数学家的机会太低了。视野扩大，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提供这么开阔的视野，那怎么办？这时候就得家长或者社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了。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他在学校在课业内的专注呢？我相信他的影响不是说那种剥夺专注能力的影响，他的影响是由于丰富了他的思考范围，有可能让他短时间内那种传统的我们所谓的专注方式不能够完成，但是他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思考，只要这个思考的过程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他的专注最后还会聚焦的。好的，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也可能我的这个话题确实离时事政治太远了，让大家反应不过来，我没真的没看到多少反馈。我们稍微休息个几分钟，看看有没有问题。哎呀，什么问题也不敢当，提问题的还是要水平高的，你说对不对？谈点体会的是水平比较低的，可不可以啊，韦博先生，对不对？学生你提问题的话，不要捣乱的话，提问题的确实是高，比在那边谈体会的要来的高。我呢，没那么大那个水平，就没那边只能谈点体会。看到中国这个网友朋友给我来了一个照片，然后讲了一句话，说：“哎，奥数竞赛，中国队赢了，美国队赢了，最近的一次奥数，美国队赢了中国队。”然后说，美国队赢了中国队，然后说中国人不高兴，老美一看这个照片也不高兴了。然后我看了他这个话，我再去看一下照片，照片出来的是一些亚裔，全都是亚裔的，至少不是中国人，全都是亚裔的。但是我看了照片我就说，哎呀，什么理工男呢？我当年的兴趣是人文
政治经济学和地理啊，后来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去搞了个理工科，到美国来为了吃饭还是在搞理工科，到了老了退休了，哎呀现在这个又返老回童了，就还是回到我原来的，退化到原来的那个地方的。怎么说呢，随便谈点感想不正确，但是谈点感想，谢谢。是，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在美国的医生，他跟我说好像学文科才是人的精神自由获得的方式。不一定啊，不一定。中国孩子的那个聪明经常被认为是我们骄傲值得骄傲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中国孩子有一个问题，选择面的窄可能是让我们忧虑的一个问题。视野的狭窄，这点呢比较让人担心。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一个特点，它的确是你要是能在高考中考得非常高的分，各地的那些状元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聪明，他们智商一定高。因为智商呢，上次有人提到这智商是不是也包括记忆力，没错，而且在智商的表达上也包括人的耐力，人的自控力，是的，都包括。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智商都在160以上，或者说135以上，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呢？那我们难道说这个那些人是所谓的低端人口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用自己的能力，不是智力，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好生活。教育的目标就是这点，是提高你的能力，它没法提高你的智商水平，因为那是先天的，是遗传的。但是如果教育不去提高能力，而只对高智商的人进行选拔，而对低智商的人呢，他们就变成为教育产业割韭菜的对象的话，那这个就恐怕违背基本的人伦。现实有这方面倾向，当然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并不是以这个，并不是为这个目的去培养孩子的。更多的人希望发现每一个人自己的特长。可惜就是这个机会太少。即便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好像也没有完全改变这样的思考习惯。陆，哪位把陆先生的麦克给关一下？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啊，没问题，没问题，您说。哎，我到美国以后，我一件事情是我脑洞大，有点开。我开始以为啊 ，BSBA， 就说本科的话 ，Bachelor of Science 和 Bachelor of Arts。我是 upside down， 后来人家告诉我，文学是和 bachelor 就文就本科的 bachelor of arts 这个称呼比 bachelor of science 要高。然后是不要说 master 和 PhD 什么permanent head damage， 再说了。至少 BS 和 BA 跟我在国内的认识完全是颠倒过来了，好不好？那就谈点关系，就这样。我把那个发言那个举手关了，哎，谢谢，谢谢。没错，在西方传统它有一个博雅教育体系，
博雅教育强调的就是说，文科是一个人认识自我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掌握一堆这个文法知识的过程。一个人有能力认识自我，他才有能力进行更全方位的探索，包括理科方面的。起码马克思会这么认为啊，我相信，在国内的很多人如果了解马克思的这个经历，都会记得他中老年的时候他还在玩高数，并不是因为他怎么样的就是想成为数学家，而是他真的把那个作为一个训练的方式，能够认清自己要求什么训练，往往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能力更强。那么文科呢会强调这一点。当然我说的文科是可能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或者是在博雅教育体系的这个文科啊，而不是另外一种啊，就是让你去背什么东西。文科的探索其实更困难，因为它展开实验、展开社会观察所需要的这个视野应该非常广才行。的确像陆先生说的，文科的某些地位会很高，比如说法律的法理思辨的能力，那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可惜这个在中国好像都在大陆呢会变一点味道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生出来以后能体会到这一点，然后呢丰富自己的选择。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很多孩子即便是出来了他还保留着原来的这种学习和认识的习惯。好的，我们有一位观众在举手。话筒好像已经打开了、谢谢。Hello， 韦博先生。您好。您好，我其实挺粉丝您的，因为之前我听那个节目，就是之前您关于那个听到一期就是留学生建议的那个，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也当然私下跟您聊过一些，虽然一直没什么时间 reach out。这样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蛮好的，虽然没有从头开始听啊，但是。我自己其实就是在就是实际上就是经历了挺长时间的那个大概两年的博雅教育，然后后来才转到那个专业课上去的。我觉得我本来以为是挺浪费我人生的一段时间，但是呢 turns out 现在我觉得真的是获益很多。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博雅教育就是教会了很几件事嘛。第一个是如何去学，如何去写，其实就这两件事情。如何去学就如何去读书啊，如何去写就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如何去写论文，或者如何去跟别人交流。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真的特别就是超乎什么的，因为我这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读书也不多，比您和其他人读相比起来啊，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让孩子能有更多的选择去学习他所就算是他感兴趣事情以外的这些花边的东西，其实真的有很多益处。因为其实你并不知道未来就人生将会带到你何方吧。我现在做的专业其实跟我当年学的东西并不是很挂钩，但是呢怎么说 somehow 有很大的这种关系嘛。就我大概说一点吧，我本来学的是音乐，然后我现在在做电影的声音后期，没有什么太特别直观的关系，但真的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学校那些排课的东西啊，包括什么电影啊这个那个之类的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是让人还有就是阅读啊这些东西真的是挺有益的啊。大概就这些，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的专业还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我小时候也是学了好多年音乐，后来觉得学民乐太 low 了，就给放弃了。举一个小例子啊，原来帮助一个学校的学生开了一个课外的课程，
这是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因为他们确实读书太艰难了。我看他们那个学法也特别累。后来人家说，哎，要不然你去给上一次课。想了半天教什么，我说那这样吧，我们学校边上啊有一条河，我们就干一件事吧，我们给这河做个报告。学生不知道怎么叫做个报告，怎么叫写个论文。我说太简单了，我们就沿着这个河测量一下。我们先讨论一下啊，这个怎么去认识一条河啊，一些物理的标准，它的宽度，它的深度，它流经的长度等等，稍等。抱歉。然后呢，这一个班的同学，打工子弟学校，你们也知道条件并不是太好，就分成若干个小组啊，有的人去给他们一个皮尺去量，非常认真，哎呀搞了半天，孩子走了前后往返走了10公里啊，测量这个河的长度。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到拐弯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曲率的问题。然后呢，有多少桥？另外一组呢是去拍照片，你要把这些河的状态，你用视觉给它反映出来。还有的人呢，另外一组是做统计，那么这边上有多少楼房等等等等，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报告。这个学习的过程确实能够发现它比原来那些课本的东西要生动有趣的多，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接触到的新的知识也要多得多啊，他们涉及到，甚至小学生我们会涉及到对这个流域污染的调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水瓶，用矿泉水瓶子去给水取样，然后把它摆出来，从你能测量到的，或者说是你适合找到的一个源头到一个终点，整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看水的颜色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到好多东西，我发现某些知识我们习惯认为是超出这些孩子年龄的，但是呢基本上一个班里边都会有5%到10%的孩子，你给他一个超出年龄的概念，他几乎会记我接触的是他至少记住了2年，一次课上提到的一个化学概念，他小学生记了2年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个5%到10%的孩子里边，还会再有一定的比例去沿着这些词汇和概念进一步的去寻找和发现，也许他未来就变成一个化学家或者是一个环境工程师。当然我们没有去考虑说具体的未来的职业走向啊，但是学习是什么东西，去学习和课本的那个关系，我们永远在说是打基础打基础，但是打的是什么基础呢？如果所有打的这些基础都没有应用的价值，那这个基础剩下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是问题。假如说这样的课程学校不能提供，好吧，那就是家长和社会提供。但是现在的大的趋势是家长只认可那些可以标准化测量的学习方式，也就是你学了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考试，甚至到那个叫就是幼儿园阶段，小学的那些阶段学的一些课外班，你还有个证书。我觉得这事儿不能都赖社会，这个真的是家长在教育思想上有挺大的偏差，而且呢是
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懒，就是自己在这方面投入的认知不够，可能投入了很多钱，家长也有这个心，玩命的花钱，但是陪着孩子，去投入认知能力，一起去探索东西，有多少家长这样做了呢？也可能社会是因为为了挣教育这份钱吧，不去提供，不去告诉家长该这么做，只是跟他们说你该报这个班，该报那个班，很遗憾，那就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了。但愿以后我们有机会去帮助孩子做更多的这种探索式的学习。群里边我看到陆先生在举手，稍等。可以帮陆先生解一下话筒吗？刚才啊，我举了手，后来一个黄什么丽萍举了手，我就想让他说，我然后反应，结果他又静下来了。那么又让我说了，那让我说什么呢？对不对？让我回忆一下，就说中华民族。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早期还有国际电台有15分钟的外国民歌那个15分钟的播音，我听了。然后后来好像偷听碟台啊，美国之音都是美国的 folk song， 就是美国的民歌，但是韩国呢有韩国的西方的 classic 古典音乐那个，我也听了蛮入围的。当然了，你不要说自由之声在台北，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自由之声，然后是苏联的那个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对不对？这种，但是再到后来第一次中台播送的话，那时候是尼克松基辛格尼克松要访台，放了那个贝多芬的比较完整的那个命运交响曲，哎呦，我这里边听了就入迷了。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啊，是人类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美国后来吸收了很多黑人的音乐什么东西，是原始的生命的节奏，比那大外宣的语言或者比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要强力的多。音乐是原始，但是原始的东西有的时候比你进化后的什么大外宣那么深，什么一大串的什么42分啊，那种宣传要厉害的多。当然了，我这个话有片面性，但是我说生命的动力，原始的动力，它有一种不能说不可战胜，但是它有一种比你那种虚虚假假那种官方那种东西要强的多。我现在的话，我也不听什么邓丽君，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我听听西藏民歌或者蒙古的腾格尔那个东西，我感觉到它的生命力好像比我们现在中国那种搞像那个学港台那种那个东西的生命力要来的强，可能是错的，对不对？好，就此打住。再次谢谢陆先生，因为我们是一个漫谈节目啊，什么都可以聊。音乐的陆先生说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在起码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我相信大多数家长都愿意给孩子提供音乐教育的机会，而且从很小时候啊，我们有一位举手的，请给。
黄礼平啊，好的，你说。都不出汗，我来跟韦博先生捧捧场啊。这个，韦博先生刚才提到美国的博雅教育，这个也回顾了明朝的这个大儒们，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放到一起来讨论。我在波士顿观察，就是说基本上感觉到，这个 liberal arts 有它的两面。我们现在千万不能，把它看高了。你就是说，这边的这是一种精英教育，它主要还是培养两个能力，就是综合能力。那么我们可以比较肤浅的认识一下 liberal arts 东西，从小就主要是培养文字和数字能力，从这两个最基础的东西往上走。基本上最后你像这些比较，你像在纽英格兰的地区的，像什么哈佛啊、威尔斯利啊，还有那个威廉姆斯啊，还有 Amherst 啊，这些学校，因为它本来就是说在社会上从资源到生源都是最好的，所以他们的精英教育这种前面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我们说的文科的一些综合能力的培养，走向社会基本上就是非常受欢迎。可是别忘了，更多的平民享受的 liberal arts 的教育出来就是说非常糟糕。我们见了很多的年轻人 liberal arts， 特别还有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像什么 mass art 那个画家，那个 Berkeley 音乐学院这些毕业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上苦苦的挣扎，他们更加羡慕中国的这种黄冈高中啊、毛蛋厂啊，还有刚才韦博学生提过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衡水二中，衡水二中啊，嗯，因为那些平民子弟经过这种训练，虽然优秀的给磨平了，对吧？但是这些人培养的送到美国，大部分人都基于了这个，我说在美国的那种享受 liberal arts 的平民子弟，周末有得不到的待遇，就是说客观一点，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够成为收入基本上10万到50万之间的这一批美国的中产阶级里面过得很愉快的一批人，但那批人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一方面需要就美国那个传统从英国过来的那种精英统治，但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平民社会，所以就说使得大家基本上这些年我知道有很多这个 liberal arts 学生都一个个破产了，把房子拿出来卖，土地拿出来卖，波士顿周边好几个这样的，对吧？如果整个纽英格兰都是这样，他们都活不下去的。那么 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可惜的是什么呢，共产党搞的是一个彻底的平民的东西，平等主义，他把所有的精英都掐掉了，这个很可惜，真是很可惜，就是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再呼吁没有创新，中国确实没有创新，送不管是自己的送到美国来的，对吧？你把中国的高考状元30年，我看过那个统计表啊，都非常平庸啊，那各个省第一名和100名没有区别的，现在就是一个这边一个很好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生活而已。我就说这东西就是说，如果有那个完美的状态，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那该是多好呢，对吧？就说啊，不知道这个有体会的朋友可以聊一聊哈。好的，BZ 再举手。我先插一句啊，其实这个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以前我们去考虑教育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把孩子放到学校完成教育这件事儿本身并没有多长的历史，我们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等等这个时间并不长。那么中国的科举的这种教育，从乡学一直到太学的这种教育，确实是精英的啊。但是对于大众的教育是怎么完成的呢？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就会发现一点，教育和社会是真正连接的。
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对于家庭来说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能力都投放在教育上，而不是说改善他教育之后子弟所面临的社会。我的意思是说，是的，美国的一些孩子为了艺术方面的努力，他要有巨大的成本和开支。比如说你学电影，纽约电影学院，你要学电影的话，你每年，你其实不管你什么专业，一开始并不分那么细，你每年都要完成一个个人的电影作品。这个电影作品在美国的开支20年前大概是15000美元，现在还会增加，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负担的。所以他们作为美国人还好，他可以刷信用卡，做这种教育的贷款，以后再慢慢还。是的，在艺术上的这种探索就是这样，你确实得投入更多的东西，而且未必能够获得你希望的那个结果，因为这个竞争也很残酷。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变成社会的底层，这不是一个必然的东西。他们不会因此就是说基础的工作也找不到了。社会怎么搭建，现在家长无力去解决。所以家长对于让自己提高的方式只有一个，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孩子身上，在这个我们认可的社会里不断的往上爬，这儿爬不上去我们就到美国去爬。好的，请举手的请给他们开一下麦，谢谢。好，韦伯先生，觉得挺逗的，您刚刚提到 NIFA， 真的纽约电影学院。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 thesis 花了10万美金啊，这是编外话啊，就是说一下，我刚刚就刚刚黄先生提到的那个问题，我回一下啊，就是我其实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从 liberal art， 从BS 就 BBM 嘛变BA， 对，从 BA 变成了 B， 那叫什么？BM 对。BM， 其实我是 BM， Bachelor of Music。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学 liberal art 出来是没有路的，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我们当时整个 college 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老师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基本上所有学校，就所有学生，当然只有三条出路，要么你去就是最简单，你去实习，但实习一般不能保证你真的能有工作。我们今天有几个学生去干嘛了，就去实习给人接电话去，然后接电话接完之后结果还是去 grad school， 对吧，还是得去 graduate school， 你还是得去读研，或者你去读一个专科专业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我就是等于是我就走了一条专科的道路嘛，最后就我就找了一个那个专修的学校，然后我去读了几年。但我觉得就是说你当你当那个时候你在毕业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跟你就是说跟纸上这个专科或者纸上 grad school， 或者说你没有从这个整个 BA 系统中出来的人，其实看的问题的，我觉得看问题的角度其实不一样的，就是你还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做别的事情，做你就是就比如说你可能说干这一行干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你说我不想干了，你还有一条别的路。比如说我们当时学过电路，我们当时学过高数，学过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我在现实工作中，我有很多就是比别人不知道的，我的 toolbox 比别人更广阔一点，我有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去给他解释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比如说我们好多就单说就是从 audio 背景出来的学生，或者从音乐背景出来的学生，他们不会焊电路，但我们会，就很简单，他们不会设计电路，但我们会。比如说我就棚里说有一个模拟的台子坏了啊，那去找谁修？那肯定是找你修，不去找别人修，对吧？就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你可能会多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嘛，解决东西的这个步数嘛，肯定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什么。但是我坚决不同意就是你学 BA 的学生出来找工作这个事情非常难，真的是非常难。我觉得黄先生刚刚说的这一点其实是对的。我觉得尤其黄先生不是在记得之前说黄先生好像在哈佛附近嘛，对这个应该是真的是深有体会的，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的啊。
啊，就这么多，好，谢谢。好的啊，那个请37。哎，我也是韦博先生，我也是想借着黄先生前面说的那个问题，问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黄先生说的让我联想到以前看到的一个知识点，我不知道是正确还是只是一个传说，就是说，男女性别他的智力水平，智商，你去测他平均智商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男的智商分布更不平均。就是拔尖的和那种垫底的，就是也情况相对来说会分布更离散吧。那女性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更集中。从这个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个体，其实这就像个赌博，其实最后有可能你就会变得很糟，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至少你不会那么糟。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整个群体，你要去看它的话，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男性他因为拔尖的人数量还是毕竟多嘛，因为全世界70多亿人，35亿男，35亿女，你不需要10亿都很优秀，你只要10万人很优秀特别拔尖，那你那个叫什么，就你到最后会发现那些特别精英的领导层面的真正做出极端创新工作的就会是这一个群体。这个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跟性别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我接触过印度的学生和中国学生，我就觉得中国学生没有特别差的，但是呢也没有各方面特别优秀的。就是我在同样一个班级里面看到，我觉得印度人真的是有些时候他的沟通能力啊，他的学习能力，他的社交，他的语言，有一些人真的是特别优秀，全方位的优秀，但是呢确实也有全方位很糟糕的印度学生。但是最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会跟就是像现在美国大家都意识到其实印度人在美国社会的话，其实要他达到的高度要比中国人高，很多大的公司的 CEO 高管都是印度人，但中国人就是好像一直是属于中上水平，但是很难达到那个 level。 我就觉得像黄先生前面说的那个现象啊，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他虽然是看似是一个个人的选择，然后是个人的成败，但是他最终也可以体现在一个群体，他就是说是不是有特别拔尖的人才，还是是需要一批中上水平的人才。好的，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个请陆先生稍微等一下。是这样，其实您这个问题几乎有无数个解释，就是37的问题有无数个解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女性服从性更好一点，那这个大概是来自于遗传。男性呢，他竞争的这个本性更强，这个问题就是男女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比如涉及到性教育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展开，因为真的是有遗传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呢，您说的另外一个印度和中国学生，像您说的中国学生没有太次的，但是印度学生呢，可能好的和差的这个差距就会比较大。或者这个波幅啊更大一些有可能有一个社会的原因，我只是说有可能，就是我前面提到过一个烟囱的效应，如果你在一个更平均的社会，更平的社会，你很难建立一个很高的烟囱，就在你的人际体系里边，你的这个烟囱上三四个台阶没有了。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差异更大的社会里边，你的这个烟囱能建得很高，这个就给人提供了一种内生的动力，往上走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就会更强。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吧，这是一个方面。中国的学生呢，因为他要经过这种印度学生也是考试，也不断的是考试选拔，
这两点好像中国和印度比较相似一点啊，印度考试也蛮残酷的，但是中国学生呢被磨去的棱角比印度学生要多。在中国的考试选拔里边，磨掉的东西相当的可怕。如果说我们追求一个基本的平均，你要达到什么什么东西的话，能不能在达到这个平均状态的时候不把人的棱角磨掉，也许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你必须要磨掉，那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了社会是不是提供更多的宽容度。这就是前边黄先生还有这个 DZ 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社会能够给没有磨掉棱角的人也提供合理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社会就趋向于多元，也可以保障它的发展。今天的精英或者是明天的精英，有的人可能是大器晚成，他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说社会没有提供，然后我们的教育系统呢又趋向于这样的平均，学而优则仕，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进公务员体系进国企都是追求这样一个东西，而没办法在社会中自己自由的去创造和发展，恐怕如果用37先生这个概念的话，我们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社会的精英就会越来越少，整体拔尖的那一层人会也越来越拥挤。所以并不是说毛坦厂中学或者衡水二中一定怎么不好，也许对于某些孩子来说，我觉得更科学的一个方式就是经过严格的心理测试，他们在这样的学习状态里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那好，那他们进来。那另外一些学生你不愿意被磨去棱角，能够在常规的学校里边或者有更好的学校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特异性的话，那当然更好了。问题是社会能不能提供，如果社会根本不提供这样的机会，就得把每个人的棱角都磨去，这就可怕了。这是我想可能是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好的，陆先生，请帮陆先生解一下话筒。我打开了，好吧，您说。哎呀，这个说是中英之间的那个赞美啊，这个区别，这个怎么说呢？大家都是有很悠久的历史啦，中华的历史、印度历史、A 级的历史，对不对？都。哎呀，和那个欧美历史自比不能比嘛。好了，这个说又说远，不知道别人懂不懂。但是我就说，我认为呢，就说印度的，哪怕他说的英文我都听起来很困难，但是人家的历史和他的语言的从一个印度的文化到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现在又变成个民主国家，它有许多东西和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学者还是有许多东西比欧美要更接地气一点。然后中国的不服气的话，你有本事你就跳出去做老板，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得要根据人家的法律法规 system 去做，但是不要太低也可以。但是老中真正有本事还是跳出来了，对不对？好的，陆先生，我得稍微打断一下了，因为节目时间快到了。好的，谢谢。能不能继续再让我说，或者你让别人再说？真抱歉，因为下一个节目就要开始了，我再占用人家的时间。可以。我们还会有机会继续讨论，谢谢。我稍微结束一下这次。OK， 好。好，谢谢啊。
我们会开始一个系统的教育问题的讨论，会列出很多细节的问题，刚才说的性教育的问题，有人说接地气的问题，是的，接地气是一个怎么适应这个社会吧。但是如果我们努力的开阔社会的视野的话，那么这个地就会越来越大，可接的地气也越来越丰富。当然了，如果说你就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边，而且自己也无法去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总要生存，没问题，我都支持。好的，今天是抱歉，不能再让更多的人去发言了，我们会边后边还有机会继续讨论。今天呢是本来应该讨论美国教育政策或者说留学生政策这件事儿，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政治上的炒作吧，我们原来的节目里也谈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改到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教育，是一个漫谈的方式，也引出了好多话题，未来我们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仔细的分割去揣摩，希望呢更多的观众和我们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更多的人吧，也为了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聪明人多，受教育更好，受更好的教育一定是让社会发展的核心，永远是这样，解决问题最后是靠人，是靠人的素质。所以我自己坚信一点，人类进步靠教育这样的事儿。好的，谢谢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